要预告黑化妆太美艳，霸气上线。杨幂的新剧不要预告片花出来了，一直期待的大秘密古装新剧终于要上线了。不要好霸气啊，扑面而来的气场好像80年代的那种古装剧，居然额头还带个这样的发饰。大秘密的各种装扮也很好看，刚开始的时候杨幂还是清纯动人的小女子，苍茫大漠硝烟弥漫，不要以己之力博众人侠气，面对恶势力不愤不甘的怒吼令人震撼。之后的杨幂不要逆袭黑化，妆容变化也是很大的，大红唇长眉毛，眼神犀利，眉宇之间充满了杀气，突然间就披头散发了，对手也是直接被虐。不过看到黑化后的大秘密真的好不习惯啊，不过就喜欢这样不服输的感觉，为了天下苍生愿意变成这样子。期待杨幂的新剧，看片花的时候就觉得杨幂真的特别适合演那种黑化的女主，现在对杨幂的扶摇有了200分的期待了，你们呢？